发生在112年4月21日6时50分，三民区阳明路与成河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自小客车刚性驾驶人由成河路东向西快车道左转，与沿成河路西向东直行之正信南骑士发生碰撞。经警方到场处理测绘，驾驶骑士酒测值皆为零，正信骑士多处身体擦伤，送医治疗。初步研判为康姓驾驶转弯车未礼让直行车。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。警方呼吁民众行车务必放慢车速，随时留意周遭车流状况，行进路口时应具备正确观念，降低路口各项事故的发生几率，维护行车安全。